Hello，露露又饿了，吃个大米奇，先吃个果冻，好可爱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吃它。这是个啥？我以为这是个脆皮呢。把它留着，我看一下啊。哎呦，哎呀，能看见吗？四分五裂。哎呀，哇，这个才好吃呢，就这一块是最好吃的，又软又好吃。下个视频继续吃吧。